本山大叔作为中国的小品之王，可谓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他人无法取代的。赵本山有过两段婚姻，四个子女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本山大叔子女现在的状况如何。本山大叔从2013年其就告别了春晚舞台，更多的是推徒弟，但其人气不减。赵本山也早已是身家超30亿的富豪，并且也热衷于慈善。赵本山曾有过两段婚姻，四个儿女，但这四个孩子命运各不相同，而且其中大儿子已不再过世，让本山大叔很痛心，让人唏嘘不已。赵本山在还未成名的时候，经人认识了刚满19岁的葛淑珍，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，儿子赵铁蛋和女儿赵玉芳。那时也没什么钱，但妻子一直默默支持他，担起家里的重担，让他安心搞艺术。可惜的是，在1991年两人离婚了。因为本山大叔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两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，离婚后两个孩子归女方所有，本山大叔一次补偿25万。遗憾的是，儿子赵铁在12岁那年竟突发心脏病夭折了。赵铁蛋本来出生就是个聋哑儿，还患有软骨症、肺气肿及心脏病，身体一直不好。不知道如果当时赵本山带着孩子，以他的经济实力，孩子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。大女儿赵玉芬被赵本山安排在他的公司上班，亲自主持他的婚礼，并且送给女儿100万。至于前妻葛淑珍，离婚后过得很苦，但后来也创业成功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离婚后赵本山结识了年轻漂亮的马丽娟，两人结婚，